饭晚饭的时间了，有一个表叔呢，他从工作的地方回来，然后请他们吃个饭，在家里面。现在去地里面摘点豌豆尖。过来看这个菜，直接吃完啊？嗯。你看，不是围到的吗？不是。你看这东西围得到什么吗？这个。太矮了是吧？围到的，围到鸡，鸡爪一边呢，想慢慢弄搞，他们弄砖弄难搞。这块地也是我们的，一直都是只看我们拍的几块。我现在是喜欢咖，不喜欢吃的。为啥子啊？原来喜欢吃的很。看我们这边也是豌豆尖，那边也是豌豆尖，哪里吃的好多吗？哎，长得长得很多。那个店的安些。我们这么好的菜心，你看也被鸡吃了，它还挑食嘞，还懂得去捡那个吃。那豌豆尖好嫩吗？豌豆尖。你就要看嫩的。每次听到这个喇叭就知道要煮晚饭了，提醒我们，时间都不用带了，就听到广播就行了。每天早广播早的是五点半，五点半反正整天的，我反正半早广播都要黑了。有了，差不多了，不多了，这回吃完了，才卡巧，我要马上黑了。有了有了，是很大。你莫起来了，太冷了啊！你等下吃完了喊嘛啊！啊！我说你等下吃完了又喊。我吃了你有了还要喊？你先吃嘛。嗯。我们今天吃有点晚。啊。嗯。我放在这给你了哟。我们那是红烧糊，那个打了红烧粑粑，红烧粉，你看嘛，汤的粑粑。那个都是炒肉吧？哦，炒肉。我喜欢这样子吃。我们都喜欢那么吃。这个好看了，今天。凉菜啊，有凉菜，有香肠，有那些粑粑那些嘛，汤起来有了噻，有炖菜，炖点排骨的嘛，有了噻，那么多菜了，都是你表叔一个人给，没得哪个的嘛，煮那些菜有了噻。开始了，本来。哦。你不是打下手，按斤的菜呢，我来煮。我们叫的荷兰豆，他们这边叫的罐罐。弄的灶太黑了，好像有时间把灶也拆干，你们弄一下。慢慢的弄噻。来嘛，吃了表叔。好好。你菜没煮好。菜没煮好。对呀，那个。拿着小刀过来嘛，没得过。你要吃不吃个饭嘛？妈捞一个。拿不出。白龙面的，红水果蒸。是吧？我们一起一桌。你。好了，菜上不上了。快吃吧，我们这一桌上没有人。还有那些宝宝去，还有那些宝宝。我不太想吃。你看了就饱了。感冒了的没有？没有，俺就去看捞药也不捞，红红红的鼻孔。你去吃吧。